我公司我哋叫 NFC Touch 啦，顧名思義就係用 NFC 技術去幫我哋嘅客户做一啲嘅數碼轉型。任何嘅數碼轉型嘅方案，其實我都會幫公司去實行嘅。咁只要係利用到一啲NFC 近場通訊技術嘅話，當初我哋見到其實物聯網嘅發展咧，喺最近非常之盛行啦。其實從一個物件到連到一啲嘅數碼數據上面咧，其實你中間一定會有個接口，需要一條橋嘅。咁我哋研究咗好耐，究竟呢條橋會係啲乜嘢？而我哋相信NFC 將會係將來物聯網發展嘅主要一個橋梁。嚟緊我哋希望可以運用 NFC 技術啦，去幫唔同嘅公司做數碼轉型。我相信呢件事亦都唔會係香港本土化嘅事。咁嚟緊大中華又好，或者走呢個國際市場都好，都會有好大嘅需求。咁我哋希望可以由香港伸延到唔同嘅國家。喺建築工程界咧，其實我哋有好多嘅設備啊、儀器需要用到咯。咁起用之前咧，其實我哋需要 care 同埋 make sure 佢真係有做曬 maintenance 嘅。咁其實我哋可以做啲咩呢？就係話喺個設備上面啦，咁我哋會加啲嘅NFC 嘅貼紙喺上面。咁同時咧就可以透過手機嘅 app 啦，咁拍埋佢咧，咁佢就會可以睇得到啊呢、這個原來係一啲用得安全可以使用嘅一啲嘅儀器。拍落去嘅時候咧，可以睇到啦，呢度係呢部機已經係準備可以用啦。咁同埋上一次呢部嘢做 calibration 嘅日期，咁其實有更加多嘢我哋可以睇到關於佢嘅，即係譬如我哋可能會做一啲 audit 嘅時候咧，會睇到一啲相關嘅證書啦，係關於呢一個儀器啦。另外啦，我哋其實頭先都提到就係話每年咧，我哋可能會做一啲 maintenance 嘅。現時嘅做法咧，就可能會係一啲紙同筆嘅一啲嘅 record 啦。咁但係我哋用呢個做法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係一個 mobile 嘅 e-form 啊。咁一拍落去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見到係已經識別咗係呢部機日期。咁同時咧，只需要影下相啊，同埋報告翻究竟佢發現有啲咩問題咧。咁成件事咧，基本上就 real time upload 咗上 server 噶啦。咁所有人都會得知到個結果係咩。咁好多時我哋啲儀器都可能會有啲相關嘅 information， 即係譬如一啲 manual 啊，或者可能一啲specification 啊，甚至乎有嘢係需要 download 嘅。咁呢啲全部嘅資料咧，你見到都可以喺一隻 app 裡面上進行咯。要引入一啲新嘅技術、一啲新嘅方法落去唔同嘅公司上面咧，其實你一定要得到公司內部啦所有人嘅認同同埋認可，你先至進行得到呢啲改變。我哋 NFC 技術同埋物聯網咧，都絕對係一啲新嘅技術嚟嘅。咁公司嘅同事或者我哋嘅顧客，其實都需要對呢方面會有足夠嘅認知認識，先至可以進行得到。這個係需要教育嘅。我相信喺不久嘅將來，大部分嘅香港嘅公司喺呢一方面都會有更加多嘅知識。到嗰陣時，我相信對我哋嘅生意絕對係會有更加大嘅幫助。